老菩萨注意听，你若是自私自利的心，只有一个人去极乐净土，极乐世界是不会现前的。我肯定跟你讲，你念再多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不会现前，因为你是自私自利的心去的。去净土就像到国外留学一样，他虽然不住新加坡，但并不代表对新加坡没有贡献啊。等到他在伦敦大学或牛津大学或美国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回国的时候，你不是很高兴吗？极乐净土就是这样，任何一个佛国土都让你可以证到不动地菩萨，否则你在这个世界是会对的。我昨天不是举了吗？前天不是举吗？来生假如我还不发愿出家，哎，搞不好我就不会想出家了。我当 CEO 的话，那还得了啊，够酷的，太酷了，会轮回的。所以不要毁谤净佛国土。净佛国土就像你现在，你新加坡你可以念，甚至你可以念伦敦大学跟哈佛大学，你怎么不送他去呢？再看下面，东方药师净土也可以让你证到不退转。所以重点是什么？写下来，跟在佛跟大菩萨旁边，你才不会退转，否则你一定会退转，因为你有太多的诱惑，你分不清好老师还坏老师，你分不清好朋友还坏朋友，这才是大乘净佛国土。可是当你的爸爸妈妈送你去伦敦大学或牛津大学或是哈佛大学念书的时候，他是希望你学会啊，回国以后要贡献新加坡以及全世界的人啊，对不对？所以求生净佛国土要以大乘菩提心去的。再看下一章，各位很熟吧，新加坡护国金塔寺，对不对？药师三尊很庄严啊，对不对？但是佛像虽很庄严，可是真正懂净土法门的人不很多，我不能说没有，而且有些人都不喜欢别人弘扬其他的法门。我要后面说，哎，这很容易谤法。所以我来新加坡前几年，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有些弥陀法门的人，弥勒法门的人就一定要讲阿弥陀佛法门不好，这是谤法。有人修弥勒法门的人呢，就叫你不要念阿弥陀佛，很奇怪的嘞。表示这些人佛法真的要在用功，不论在家出家，对不对？再看，假如有机会你去日本朝圣，日本的国宝药师七佛，还有两大菩萨日光跟月光遍照菩萨，到日本你会看到日本很多人念阿弥陀佛，很多人念观世音菩萨，很多人拜释迦牟尼佛，很多人拜弥勒菩萨，也有很多人拜地藏菩萨跟药师佛。药师佛法门在日本也非常弘扬，这是国宝，一千多年的国宝，它是用青铜做的，对不对？所以药师海会佛菩萨他们没有私心，也不会吃醋的，更不会抢信徒的。为什么？注意听，当临命终时八大菩萨来接应你，当他放光加持你的时候，他会看你过去现在未来。假如你念念发愿，我要上升药师佛国土，八大菩萨观音菩萨一定会送你去，他很欢喜送你去。为什么呢？因为你喜欢药师佛嘛，你将来会在药师佛国土证道不退转，将来你会成佛嘛。假如你念念发愿，我要去西方极乐净土，每天发愿，那观音菩萨跟八大菩萨也有神通，会看到你每天发的愿，他也一定会送你去西方极乐净土。假如你的愿望是要去见弥勒菩萨，八大菩萨也会送你去，不会像你们现在一般解释的，哎呦还得了，这边是药师佛，那边阿弥陀佛，两个人拔河，你要去哪边呢？笑死了，佛怎么会拔河呢？佛不会抢信徒的，信徒无量无边，了解吗？所以我的重点，还有一个重点没有讲完，答案是什么？你写下来每天的发愿，你发愿要去哪里？你的生命一定会结束，你有一天一定会离开这个人间。当然你也可以继续，你会说，师父那我不去净土，我继续来新加坡可以不可以？可以，但是你会考验很多，因为以后的帅哥美女更多，辣妹更多，你看到一个辣妹就流血了，
对不对？你要诚实面对自己。所以注意听，注意听，佛陀曾经说，在这个娑婆世界，一日一夜的修清净放横，胜过于在净土修一劫。的确，佛这样说过，真的真的。比如在我们的娑婆世界，所以为什么娑婆世界都会喜欢流行打佛七、打禅七，或受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可是现在诚实的问自己，我们在佛陀面前，你从早到晚能够都不打妄念吗？很难啊，你的妄念还是很多啊。就算你在做寺庙受八关斋戒修行，都很想快点结束。明天我要去看呢、Avanda movie 啊，那太久太精彩，听说 3D 我没看到，今生会后悔的。你的心还是往外跑的，你很难昼夜清净。可是到净土就不一样，答案是什么？净土是你莲花化身，你不用睡觉，你没有肉体，你昼夜都可以精进。听好，在药师佛国土也是莲花化身的，到极乐世界都莲花化身。所以你没有这个四大五蕴的烦恼束缚你，你昼夜可以精进，那又有佛跟菩萨当你的老师，你绝对不会走错路啊。不像现在卢胜彦、青海无上师乱七八糟的这么多，那根本就不是佛教嘛，对不对？你很难找到真正好的老师啊。我没有说你要跟我，但是你若相信师父，相信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将来你发愿去见弥勒菩萨也好，见观音菩萨也好，见药师佛也好，见阿弥陀佛也好，你真正跟在佛旁边，你生生世世就会不退转，这叫做正不动地菩萨，这是很重要的。请看丁武大转法轮134颂：随佛随转，佛所转最胜之法轮，即灭诸恶刺，是菩萨福藏。请看，如佛世尊在印度婆那奈城仙人住处鹿野园，佛初转法轮，在彼转最胜的法轮当中，因为随顺而转，所以是为菩萨的福藏。那这随顺的转当中有三种因缘，好，在讲三种因缘我明天再讲，我先让你看几张片。师父花了很多时间，用了很多心，先看印度菩提迦耶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的上面，一般人很少看到。当然菩提迦耶的满愿大佛塔 Mahabodhi Temple 正中间的佛像我给你看过，在菩提树上的早上上面有拍的，这尊师父拍的叫大丈夫像，是贵霜王朝的佛像造型，释迦牟尼佛降魔像。你看印度的佛像是这样。好，再看佛法从印度传到了中国，在常州净慈寺南屏晚钟的寺庙里有千华台上卢舍那佛，你看用铜铸的，有三层楼这么高。中国杭州灵隐寺铜镀金的释迦牟尼佛也是非常庄严的。你看佛法传到中国，中国地大物博，对不对？几千年来佛法非常兴盛，除了很多很多的圣人跟高僧。再来看，又有机会到中国云冈石窟的释迦牟尼佛，对不对？这是2004年我去从北京，然后坐卧铺火车经过山西省云冈石窟，再进五台山，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再到峨眉山。你看云冈石窟，对，都是历代的帝王文武百官还有出家人很虔诚恭敬而供养雕像的。好，接下来再看到了韩国，韩国日本东南亚佛法也很兴盛，韩国最有名的韩国石窟庵释迦牟尼佛，传说也不是传说，是真的。冬至的那一天 Moon Calendar， 冬至那一天太阳升起，第一道的光芒就射在释迦牟尼佛这个眉间白毫像，然后整片的大殿就会反光，所以所有人就诵大方广佛华严经。好，我还没有去过韩国，不过师父看过很多 DVD 跟书。好，你看韩国的石窟庵呢，具有中国大乘非常饱满的像，待会你会看到一尊台湾的一尊佛像跟它很相近，就是中台山。好，接下来看中台山，
台湾中台禅师的释迦牟尼佛，就是以石窟庵做造型。那现在因为讲 copyright， 所以他就旁边呢有做了这个光中化佛。所以你看，接下来，所以你知道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人间，他是大转无量的妙法轮，当然讲的佛法浩瀚如海。简单的讲是什么？训练你的心。因为你的心没有训练，你一样很苦恼。你就算作为国王，你还是很苦恼。你作为皇后，你也永远不会满足，对不对？所以释迦牟尼佛要训练你的心。心是很抽象，也很广大无边的，所以你必须学习佛法，从一步一步的，什么叫出离心，什么叫菩提心，什么叫大悲心，什么叫做菩萨三种因，什么叫六度波罗蜜，什么叫做止观，你要一步一步学。所以佛法大乘佛法要三大阿僧祇劫，要无量无边阿僧祇劫。那你听到师父说，哎呀师父，无量无边阿僧祇，我脚都软了。很好，发愿去净土，任何一个净土都好。听好，我个人是当然去西方极乐净土。你要上身见弥勒菩萨也很好，将来你若上身弥勒菩萨的话，我会从西方坐大宝莲花去弥勒净土见你。 Hello, nice to see you again. Do you remember me in Singapore? 你要到东方药师净土，我也会去见你的。因为阿弥陀佛有遍供诸佛愿，所以你上身任何一个佛的净土都好。当你到了佛的净土，就像我刚才比喻一样，去伦敦大学、牛津大学或哈佛耶鲁大学，等你毕了业以后，你不要怕度不了众生，那你时候会做大宝莲花，成愿再来，生生世世因以何身得度者，即现而生而为说法。而且你出生的时候，过去现在未来你都会知道。好，今天讲经就讲到这里，请看峨眉山短片。峨眉山普贤王菩萨，普贤菩萨起大象，代表六度万壑，大家都读过，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这是商业经社的华严三圣。文殊跟普贤这两个菩萨都是相互的赞叹的，他都是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弘法的助手。善台童子五十三参，最后一参也是参访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告诉他，若你想，这是善台种子参访水月观音，你若要快速的圆满成佛，一切诸佛的功德最好是修普贤十大愿。所以因此普贤十大愿是所有一切诸佛要修的。现在看乐山，乐山大佛位于三条江的交汇处，1996年被列为世界跟自然文化遗产。可是古代啊，这个地方灾难很多，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石雕佛像，71米，雕了一尊弥勒佛。大佛从头顶到脚底都有很好的排水系统，这座佛像经历了90年，3代的法师才把它建完，所以古人对佛像呢是非常的保护的。山是一座佛，佛是一座山，啊，那因为这个佛像建好以后呢，灾难就解除了。当时还有个海通和尚，见到常常呢水泛滥而死掉了很多人，农作物呢也被淹没，所以他就募款。可是当时也有呢地方的官吏是很不好的，来强迫他要他的钱，他说我是不会给你钱的。他把自己的两个眼睛挖起来，说这个钱都是来自于十方的，我一毛钱死了都不会给你。后来他过去世以后，由川西的节度使继续护持，经过3代的法师，90年
终于仰仗佛力加持而建好，从此水灾就消失，山上有灵云寺，从此佛法也非常的兴盛，香客也络绎不绝。当然中国的古人都会喜欢游山玩水，所以有很多的诗人墨客常常也会在这边留下很多很多的字画。参访的游客可以沿着旁边的叫栈道，栈道是古来打仗的时候用的，然后呢就沿着这个阶梯而下去啊。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夏天，所以大江南北朝圣的人很多，我们排了一个小时。当你走到佛足之前，你才看到其实是很渺小的我们。你也可以乘着游轮往这个乐山大佛看啊，你可以看到师父的背后就有3米高铜铸的这个鼎，所以中国人讲仰之弥高，望之弥坚啊，这是乐山大佛。好，接下来普贤菩萨，我放的是新加坡忏悔业障这首歌，我非常的喜欢，因为普贤十大愿都很重要。第一个，我们呢要有带着自己跟一切众生忏悔的心来朝圣啊。我们一起进入山门，第一个最大的寺面是报国寺。峨眉山本来是道教的道场，在16世纪的时候，儒释道三家都非常的兴盛，所以我们中国佛法呢跟印度佛教你所看到的风貌是不一样的。报国寺有藏经楼、普贤殿、大恨普贤王菩萨，代表他生生世世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疲业无有疲厌。报国寺也称为八大名寺之一。那因为它是一座山啊，所以老菩萨不要担心，它有缆车，有一段一段可以上去，最高3500多公尺。寺庙里面有钟，昨天说过，钟，地狱的众生是听不到新弘师讲经的，但是他可以听到钟声，所以钟的上面就刻满经文、咒语跟佛号啊，这是。多年师父去朝圣，我去了2次，五台山、峨眉山。那当然峨眉山本来是道教的道场，所以叫秀甲天下，它的山水是非常好，道家是很喜欢在那边修行的，因为他觉得灵气非常的好。好，接下来你坐万年寺，有缆车入口啊，你可以看到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也是足足排了一个小时啊，海拔1020公尺，现在中国大陆我们也要欢喜，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应该欢喜生随喜功德心，希望中国大陆也进步，佛法也兴盛啊！这是当时跟我一些的莲友，希望各位菩提道上步步高升。我不知道你在新加坡圣淘沙你坐 cable car 的时候有这样想吗？好，万年寺建于西元399年，这是皇帝下令建的啊，很了不起。寺庙也有钟楼，所以寺庙早晚为什么敲钟？然后他建的叫无量殿，西元1600年。那很有趣的是，明朝皇帝赐名圣寿万年寺。很不可思议，400多年中国大陆也曾经大地震，可是这个寺庙没有毁，真是佛菩萨加持啊。中间大恨普贤王菩萨，我记得当时我看到这一眼的时候，师父就放声大哭了。我看过很多书啊，可是我是亲自带团去，皇帝呢用了3000两黄金铜铸的镀金的普贤王菩萨。所以大乘佛法的确在中国非常的兴盛，头戴五方佛宝冠，手执如意，身披袈裟，坐在大宝莲花上。你现在看到这几张呢照片都是我拍的，
我们的莲友去了当然很高兴，也会先念佛送普贤贤品，绕佛再来供养，才来拍照，所以我们是非常开心的。为什么呢？一，不用工作了；二，好，那去圣地的时候你会觉得佛法啊浩瀚无海。这是敲钟的莲友，是马来西亚的莲友。你要想想看，我们生命很短，我们却能够闻到佛法，我们应该很欢喜，然后对不对啊？这是九寨沟啊，在这路上我们也经过云冈石窟，也去了应县木塔，所以你可以看到大江南北呢曾经是佛陀教法弘传的地方，但是因为历史的变化，现在呢中国大陆的佛法需要大家发心啊。接下来到了一半腰，你可以继续的徒步走，也可以坐公车，也可以坐接驳车。现在到半山腰了，在海拔2540公尺的地方有金顶的索道缆车。到了峨眉山，你会发觉如梦如幻，待会你会看到峨眉云海，也可以看到日出。就像我们般若心经讲，再美的东西都是虚幻的，虽然是虚幻的，但是我们心中有菩提心，有正法，所以你走到哪里都呢会很法喜充满的啊。你看每个莲友都笑得很开心啊，吃得很饱，睡得很饱啊。这从缆车上遥望最高的金顶，金顶是整座峨眉山最高的，金顶上面有叫做永明华藏寺，海拔3077公尺，是峨眉山的主峰。所以各位老菩萨去，你看日出很漂亮吧？假如你有幸运看得到啊，因为有时候天气不太好，这是我拍到的霞光，也就是所谓的佛光。看我们的衣服就知道，那是很冷的。好，我们是夏天的时候去，可是呢，那山上是很高。好，还有一个十方普贤像圣殿，是2006年6月开光，可是我是之前是去，所以我没有看到这个。待会会介绍华藏世界的叫十方普贤王菩萨，不是只有观世音菩萨有十个地，十头，十个地，这代表十地菩萨。普贤菩萨也有十地，还有东南西北四个造像，那最高的是金顶金殿，夕阳余晖下的金顶是很美的。当然春夏秋冬的变化是很大哈，冬天我并没有去，你看这是冬天，我是从网络 download 的照片。好，普贤菩萨的坐骑到六牙白象，代表六度波罗蜜，所以大乘菩萨修什么？六度波罗蜜。你看白雪片满着金顶，更有趣的是从金顶可以遥望到四川贡嘎山8000多公尺。这是我其中一个老师的道场，重重无尽的普贤云海，所以你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净虚空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的佛国土。接下来还会再高，万佛顶要坐shuttle bus 才可以上去。好，就是这个，你看两段缆车，最后还有单轨列车才能够上到万佛顶。那万佛顶目前也是原始森林保护区，现在中国的人也开始慢慢觉悟要保护环保。你看万佛顶3099公尺，所以各位若是害怕的话，你可以吃一点高山症的药，还有一个水果很有用，你可以写下来，香蕉，真的带香蕉去，因为香蕉里面的钙质就会让你头不会晕啊。山顶上若幸运你会看到佛光，假如不敢的话，你也可以住在寺庙里，也可以看到早晚的云海。还有一种药叫红景天，也可以写下来，这是高山症的药。好，应县木塔，红色的红，风景的景，天空的天，
红景天，这是悬空寺，你看寺庙是悬在壁崖上的啊，这是九寨沟，很美吧，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其实人间也有净土，人间若每一个人都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按照佛陀的教法去利益众生，人间也有欢喜的净土。好，第三个介绍，重庆大足石窟，1999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有很有名的叫北敦煌南大足。现在放的是释迦牟尼佛浴佛的音乐，是马来西亚做的。它有70多处，雕像有10万余尊，这就是释迦牟尼佛涅槃像。我看到的时候也是很感动，师父又哭了。那你看，菩萨声闻地势天护法都拿着香花灯火烛站在那边，对不对？因为佛要入灭了。可是天上他的母亲摩耶夫人、摩佛母跟9位菩萨也站在虚空，然后为佛献花。这是我那时候啊，这张海报就是从这里拍的啊。你看菩萨他知道佛无来无去，不生不灭，所以菩萨就是静静的，因为他都知道众生没有福报，佛要入灭。可是阿罗汉呢，就会放声大哭，甚至捶自己的心肝，佛要离开了。好看华严三圣中间的毗卢遮那佛，注意看他的这个袖子，中国建筑上这是力学，刚刚好呢，佛像就不会垮下来。他是整座山雕的，毗卢遮那佛，三界的导师，四生的慈父。右边是托着舍利宝塔的文殊师利菩萨，左边是普贤菩萨，然后旁边还有88佛，我们忏悔文的佛龛，我们拜88佛，就是这88尊，他把一个一个雕出来。旁边还有华严三圣的舍利宝塔。好，接下来看，真的有1007只手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用石头雕进去的，整座山这样雕进去，真的是1007只手。好，这个就是我常常放的6道轮回图，就是在这里拍的。所以轮回从哪里来？其实轮回是从你的我执跟我见造贪嗔痴烦恼而显现的。你想要从轮回里得到解脱怎么办？先改自己的贪嗔痴，改自己的身口意。释迦牟尼佛也现威猛的慧基金刚，观音菩萨显现马头明王，大势至菩萨现愤怒的金刚手菩萨。这个是雕释迦牟尼佛的9龙吐水，有没有？你们遇佛的时候的。那在大足石窟呢，不但是佛教，也是道教很兴盛的地方，所以你也会看到有玉皇大帝，有地母神，有民间的神祇。那还有它的墙壁上会刻很多经文的变文图，比如说父母恩重难报经，禅宗的石牛图。所以古来寺庙壁画都什么？都画很多经文啊，就是以现代来讲佛教的连环漫画，让教化现代的众生。好，请看这一尊是地藏王菩萨跟十殿阎王，跟你看到的地藏看起来有点像观音，但这尊是地藏王菩萨。十殿阎罗王是跟中国文化结合才有的，因为印度没有这个十殿阎罗，还有18层地狱，所以地狱变相图就警惕人什么？警惕人要相信因果报应，因缘果报。好，还有天龙八部护法神像。在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世间教了很多很多无量的法门，其中呢最特殊的是西方极乐净土，所以你可以看到阿弥陀佛的雕像。
石雕，有观世音菩萨，还有大势至菩萨。你注意看他们的脸，都是唐朝大丈夫像，不像现在我们看的佛像都是女生。哎，这是佛的三十二相，也有把《观无量寿佛经》的三倍九品往生刻在墙壁上。所以佛是怎么成佛的呢？福慧两足尊成佛的，他生生世要忏除业障，生生世世为了救度众生，要累积无量无边的福德资粮。我们现在是佛陀的弟子，佛光轻抚我们众生的心。想想佛陀已经入涅槃了，我们现在见不到佛陀了，对不对？想想可是世尊的教法还在啊，所以我们做一个每一个佛弟子，我昨天前天都说过，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在家出家都很重要。你要发愿像普贤菩萨一样修十大愿，把所有的佛法遍满十方，这样子你心中才会有法，有法走到哪里你都会很快乐。你若没有法的话，你住在阿丘洛的最高级的套房啊或旅馆，你都害怕人家会来杀你的啊。这是圣寿万年寺啊，这是那一年我们朝圣2004年的全体合照，很庄严啊，云冈石窟。好，这是花了90年所建的乐山大佛。所以你看看中国的历代的高僧，为了这个无量的众生，为了住持正法，其实他是奉献他所有的生命精神体力跟智慧的。所以佛法在中国以及东南亚是非常兴盛，所以我们应该很有福报。这张是新加坡排行榜第一名的现代观三西方三圣，很像在 night 在那个 disco 里面跳舞这样。现在年轻人喜欢这样哈。看看我们的心念，我们的心念像万马奔腾的瀑布。所谓修行，若你不懂得控制自己的心的话，那我觉得很可惜。我们常常都说正法要走住，我们佛陀，我们佛弟子要发愿在家出家续佛慧命。怎么做？从你本身自己开始做。假如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身口意都是很精进，像菩萨到六度波罗蜜所做的话，那这个社会就会肯定我们的佛教，就会支持我们佛教。假如我们佛教徒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那别人就不会看得起我们，那当然他也不会呢对佛法恭敬心的。所以各位的行为身口意是会影响佛教的，所以要很谨慎。因为你的身口意清净圆满，利益众生，正法自然就会住在世间。真正的正法不是庙，也不是佛像，就像日本，你看这样一毁掉以后，你知道多少的寺庙都倒了吗？对不对？所以真正的正法是什么？要从你身口意去实践的。好，请开灯，谢谢。好，请看下一章，请看经文。然后4月份弘法的时候，我还会有另外第6部片。我觉得我好像佛教的电影明星哦，每一年来新加坡都做专辑。不会，这是我的荣幸啊！我们朝圣了，愿意跟大家分享。不管你有没有去过，各位能够坐在冷气房看朝圣的，那也升起朝圣的愿心是很好的。下一次啊，在4月份弘法的时候，我会给各位看灵鹫山的短片，佛陀在灵鹫山宣说《妙法莲华经》跟《般若经》的短片，已经做好了。好，现在请看经文109页。请看第20行，昨天说佛陀大转法轮要有三种因缘，请看第1，位于如来所说的甚深经典与缘起性空相应，而这缘起性空的道理是超越于一切世间的。若有人受持，若有人宣说，若有人顺着佛法教的次第
顺法行法，就顺着法的次第 step by step， 行就是按照佛的脚步一步一步的跟着学习而去努力，这样的话是很殊胜的佛弟子。若于如是的经典令持令不失，视为第一随顺转法轮。当然佛有三转法轮，有些经典说第一个初转法轮讲什么经，第二个初转法轮讲般若经，第三初转法轮讲唯识经，没有关系，那是分类不同，但是它说明了佛依不同的根性而讲不同的经典，有三次是大转法轮。这里讲第一次要让众生什么持令不失，所以请记起来啊，在讲义上帮你画。所谓持令不失，就是你每天要开始诵经学习，比如说普贤行愿品能不能背，很好啊。比如说举个例子，普门品寄诵你可以背，很好啊。对，像我今天我就没有时间通知你，因为我知道在座很多人都会背心经了，你这个叫做令持令不失。好，在这里要写一下，你假如经文很熟的话应要发心背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断气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经典的。比如呢，你现在断气了，身心分离了，对不对？你现在呢进入中阴身的时候，你的这个眼睛啊，这个器官的功能都消失，那时候要靠你的心念去背。那可能有些莲友会说，哎呀师父我会不会背错？你不用担心，那时候你心很宁静，是从自信流露出来的，哎，是不会背错的，佛力也会加持你。所以第一个要先学，把你要所学的佛法背起来，令持令不失。第二，为有根器的根器的众生分别演说，视为第二随顺转法轮。好，这里有根器请写在旁边，根器简单有分为上中下。有些众生根性很利，佛就为他讲般若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或是妙法莲华经。有些众生的根性比较差，他就为他讲十二因缘或是讲这个四圣谛。有些众生的因缘呢，他就为他讲五戒十善，你要好好做人，好好照顾父母。所以佛是为了众生的根性而不同而说的，所以法门虽然无量，但是呢他有不同根性。举一个例子，你在新加坡不敢在国中或国小，你都要念英文，英文也有分啊 ABCD 班啊，对不对？也要从啊发音啊单字啊文法啊开始学啊，最后你才会读文章啊，最后才会写作啊，对不对？那当然可能在世间呢，你读英文你可以一次补一二三四，听说读写这四个都同时上，没错。但是我要提醒你，佛法不是这样，佛法要一步一步学。以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架构来讲，先要下士道圆满，才修中士道，才能够修上士道。他要一步一步的，就像你盖大楼，你不可能呢不打地基就开始盖天空的吧。同样的，佛为众生说法的时候，也是按照他上中下的根性而说的。第二个，在这旁边你从此写，你多生多劫也有专门专修的法门。我举个例子啊，注意听，这位莲友现在不在这里，但他在新加坡啊。他有一次呢，突然透过他太太来问我问题。他说他前两三年突然呢就是生意很不好，就垮了。垮了以后当然他很难过啊，对不对？可他从来没有接触佛法，可他太太是佛教徒。有一天我去他家里关怀他，为他设计佛堂的时候呢，他很高兴见着我，他跟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在两三年前他在最苦最苦的时候，突然他做梦梦到了释迦牟尼佛，佛陀告诉他，你呀，应该去读金刚经。然后他就醒了，醒了以后他就不知道，他就问老婆什么叫金刚经。哎呀你怎么笨，你现在才我金刚经知道了，他就拿给他看，他读了就非常欢喜。可是有些地方他读不懂，他就开始上网，因为他是很聪明的老师嘛，退休了。然后呢他也教华文啊，在新加坡教很多华文啊中文学校，然后他也是退休的老师，所以他自己很聪明，也上网就读了很多很多金刚经的注解，甚至还读般若经。然后呢他第一次碰到我的时候跟我分享佛法，他就问师父为什么，
我就看着他，我跟他说：“你呀，你过去是和尚啊，因为他头都秃光了嘛。哦”当然不是秃头就是和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的相貌本来就是长得和尚。然后你过去是也是修行人，但是你忘记了。那为什么呢？在你最苦的时候呢？最苦的时候就是你觉悟的机会到了。他也没有拜佛，什么都没有，就是太太是佛教徒嘛。那他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啊，心很好。可是他在最苦的两三年前，他竟然梦到了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跟他讲：“你呀，你要读《金刚经》啊，你读《金刚经》呢，你的问题就会解决。”啊，为什么佛会讲读《金刚经》，而不叫他读其他的经呢？因为他生生世世都修《金刚经》，了解吗？所以他读经的时候他就非常欢喜。好，我讲这个故事是告诉你，我们过去生每一个人都学过很多佛法，但是你也会发现你主修的几个重要法门。比如新加坡人不是什么都修吗？释迦牟尼佛、药师诞、地藏菩萨、观音菩萨，对不对？普贤菩萨、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你通通都不是拜吗？很好，我来这边什么佛法也弘扬，但是呢，你会发现师父第一个公开弘扬的是什么？《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因为我跟这部经有缘。所以人也有你主修的法门。老实说，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真正呢，我第一次入佛门学的是《大悲咒》《心经》跟《普门品》。其实我是修观音菩萨，我很喜欢观音菩萨。后来呢，我也喜欢地藏菩萨，所以我出家的时候，观音、地藏，我两个都拜，这样子。可是呢，很有趣的是，我却梦到了地藏王菩萨。很惭愧的说，真的很惭愧说，哎，我这辈子还没有亲自见过观世音菩萨，可是我对他非常有信心。那以前我把我这个故事告诉一个老和尚的时候，老和尚跟我讲了一句话，这个老和尚已经往生了。他说：“你梦过地藏菩萨？”我说：“对呀，让我看到我过去式啊，就像录影带啊，不然老实说，我也是很难度的嘞。”跟你们一样。不动明王，如如不动的知识分子都很难度的。可是呢，地藏菩萨，我那时候在当兵前一天念一部金刚经跟念一部地藏经啊。对，我很用功啊，哎，我求观音跟地藏菩萨，我想出家，结果地藏菩萨就让现神通让我看到过去世，我就哑口无言了。所以什么东西都有因果的。你不要常常问师父，我为什么命这么苦？你的心就是这么苦嘛？看看你那个样子，也不会是大富大贵的样子。因为呢，那么自私，那么脆脆念，脾气那么不好，也从来不发心，也不帮助别人。那你看人家为什么很有福报？答案人家修来的啊。那个人为什么有智慧？他也是修来的啊。所以在家出家很平等的，知道吗？你要靠自己去努力，对不对？所以我要讲未有根器众生分别演说，有很多意思，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众生根器有上中下。第二个重点是呢，我们多生多劫里面也会慢慢发现你自己主修的法门。譬如有些人一听到大悲咒他就很高兴，像师父也有一个新加坡莲友，现在住在香港，他们是一对夫妇，在银行工作。对，他太太就很喜欢大悲咒，他先生呢就觉得太怕咒太复杂，他喜欢六字大明咒。可是两个人都喜欢观世音菩萨，两个人都喜欢地藏菩萨，很好啊。所以每一个人呢，哎，修行的法门是跟你多生多劫的习性有关系的。请看第三，如彼经中所说，依法修持。好，依法修持，请做个记号。佛教最伟大的地方，戒定慧闻思修，其实最后的关键还是要实修。你若不修，当然讲佛法很重要，学习佛法很重要，但是假如你光讲而不去在内心去实践的话，你就没有感动别人的力量。慈悲谁不会讲？无常我也会讲，空性也会讲啊，对不对？对不对？我上次听说在海印法达法师的这个普济寺，对不对？讲文殊十大愿，最近有些莲友去，我想我大概是新加坡讲经第一个公开拿菜刀的，插这样。那老菩萨说：“哎呀，师父真的把手插进去了耶！”不是，我只放在手指中间，对不对？假如你能够证悟空性的话，真正的刀插在你手上啊，你是不会痛的，
那是真的正悟空性的人。你说有吗？有，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印度《入菩萨行论》的吉天菩萨，他写了，对吧？就像跟龙树菩萨一样是伟大。他的老师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亲自教他。他把所有的经典呢，按照寄送啊，把它写成了《入菩萨行论》。那当时他在这个印度吉天呢那烂陀寺的时候是非常了不起。当然，他也会梦到外道来挑战他。他也会碰到佛教徒还修不同经论跟他辩论。那他有一次啊，有一个外道跟他辩论，就跟他说：“哼，吉通菩萨，你很会讲，你自己证悟空性了吗？”他说：“有啊。”他说：“真的吗？”然后他就跟他讲：“那烂陀寺啊，墙壁上有壁画，画佛陀的八相成道，记得吗？佛陀不是在泥莲长河禅坐啊，站起来，牧羊女供养他，对不对？”那个壁画呢，就画一个牛，然后吉天菩萨就这样一指啊，啊，那牛呢，就流出牛奶来了。然后呢，他就赶快叫侍者拿个杯子把它背起来。那个挑战他的人说：“来，我今天供养那个挑战我的人。”那个人吓了一跳，真的，证悟空性的人，你一指那牛奶呢，牛啊就变成了挤出牛奶。下次你们自己画画看。画一只狗，然后你指一下看会不会汪汪汪汪，我想很难的，对不对？那是证悟空性的人，他真的就可以从柱子这里穿过去，这是自然的。因为一切的法不是如梦如幻吗？不像我们现在的空，山也空，水也空，钱也空，嘿，口袋不是空，钱还是很重要。空不是嘴巴讲而已，空他要修持，要证悟。另外有一天呢，吉天菩萨呢在寺庙里，他很用功修行，但是他很 low profound， 就是很低调的。有些人也不太喜欢他，为什么？嫉妒心。你寺庙的人也有人不喜欢他，然后呢，就每天呢看他呢早晚上殿玩，对，大家呢都在做事，他就不管，他就在房间里。哎，有时候你去看他，他就在打坐，甚至看到他在睡觉。可是呢，他半夜呢都起来，都是背经的，所有的藏经他通通都能背的。然后有人就跟他讲：“你呀，好吃懒做，你每天这边混吃混喝啊，对对，我们都这么辛苦在出播，你在做什么啊？”他们就不太喜欢他啊。吉天菩萨就想：“哎呀，你们不喜欢我，那算了吧，我就走吧。”那有些他的同参道友说：“吉天菩萨，你不要走，不要走，你是大菩萨，你要在这边为我讲经吧。”他说：“为众生讲经要有缘啊，有些人喜欢我，那我当然留；有些人既然不喜欢我，那我赖在这边给人家毁谤做什么呢？”有一天，他们就辩论，要考试嘛。考试的结果呢，他们要背经典，全寺庙比赛辩。突然呢，他就问吉天啊：“你每天都好吃懒做，你都没念书，你要背吗？”他说：“好，我背给你听，背我的《入菩萨行论》。”他就从盘腿就开始背，就像我们刚才背经这样，他从第一品啊发菩提心品开始背，一直背背背到第九品的时候是讲空性的，他的法座啊一直往上升升升升升升，升到最后他就消失了，人就不见了。但是从此以后也请不到这位菩萨回来了。所以各位，我讲这个故事是说，印度、西藏、中国历代高僧里面是的的确确有修持证悟的人。真正证悟的人，你看到他感受是不一样。也有人会说：“哎呀，佛法浩瀚如海，讲得很好，好远哦。”不，你要慢慢修，要有耐性。假如你见过真正有修持的高僧，那就是不一样。待会会讲广清老和尚。像这些就是有证悟的人，他看到你的时候，他知道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但是他也不会乱乱炫耀。为什么呢？大家就是如理如法的佛弟子，所以请你写实修是很重要的。实修，你就是好好的、老老实实的去修持。你念大悲咒就老老实实的去修，你喜欢念普贤行愿品就一辈子一直念，念到你断气。你喜欢药师经，就好好每天念一部药师经，对不对？你不要东抓西抓，东抓到断气的时候什么呢你都做不了主，那我觉得你一生佛法就空过了，很可惜。请看下面，极灭诸恶次者，109页第24行。所谓恶次，佛教的恶次就是次啊，那知道吗？我上次说假如你鞋子里面有一个石头，它就会刺到你的脚。这里的刺就是像小木头，
有时候呢，我们竹子，比如说我们插花不小心，哎呀，被刺到那个竹刺，小的那个刺。所谓呢，这里讲佛教的刺有什么呢？有好几个解释。第一个是外道邪见，这是佛教的刺。第二个，心中充满了恶念，像恶魔一般。第三个，欲界自在天的天魔。还有第三个呢，就很讨厌，动不动就是讲解脱。好，有些佛教徒都不太喜欢听无常，也不太喜欢听因果，也不太喜欢听这个空性。我讲一个例子，你不要介意哈，这里可能会牵涉到基督教跟天主教。我知道新加坡是多元宗教。有一次，上一次，我的有一位老师到台湾闭关。那闭关那一天，我们住在山上，很高兴。但是最后一天，我们要供养。供养以后呢，我就下山啊 ，day off， 我下山。那时候我是穿着出家的衣服，下雨天，我拿着雨伞去最有名的士林夜市 night market， 可能有些人去过。我要去买礼物，因为我觉得我礼物不够，我还要供养僧众，还要供养上师。那时候已经快要到了圣诞节了，过年。啊，当然你知道基督教天主教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造势活动，对不对？好，我讲这个故事不是批评，而是说宗教跟宗教之间要相互包容跟体谅。可是我就看到呢，有一个呢，他们呢晚会就是把这样把爱传播出去，就看上帝我爱你这样唱，然后就开始跳。当然呢，因为天很冷啊，大家都要过年，大家都很开心，这带给人间的喜悦。唱完了以后，他就恳请一个人上来，开始分享他的心得，叫做上帝的见证。你知道吗？讲第一个故事的时候，师父差一点冲过去。为什么呢？他说，我告诉你哦，我这一生遇到了主，真的遇到了光。以前呢，我遇到某一种宗教，其实就是指佛教，就这告诉我因缘果报，我前世造了什么，我今生就怎么罪业，我非常的恨啊，我前世都没看到，我为什么要相信呢？我内心充满了罪恶感。而且呢，佛教徒动不动跟我讲就是业障深重，对不对？我真的无法解说，我内心已经够苦了，还要加了我这么多罪恶感。然后当我遇到了上帝，上帝的爱释放了我全部的罪恶感啊。然后就开唱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哦。那时候我真的有点激动，我很想过去拆他的台。然后唱完一首歌了，又再上呀。可是我看我时间不行，我再不去买礼物哦，他都已经关店了。可是我是要买供养上师，我心里想，哎呀，愚痴的众生啊，你喜欢的东西你自己选择，你不要叫全世界人都不要选择。可是那时候我真的流眼泪了，师父在等公车，我拿着雨伞，你知道吗？我又哭了。哎呀，我最近好像常常哭哦，真是不好意思，我真的哭了。我哭的那种感觉就像菩萨戒，受了菩萨戒的人听到外道毁谤我们佛法，就像500的刀插在我的心里。那时候我的感受就这样。好，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我们要反省，为什么我们佛教徒会被人家这样批评？当然，有些宗教故意要批评毁谤佛教，那我们不说，对不对？听说新加坡也有很多宗教故意要毁谤佛教，为什么？因为他看佛教太好了，影响力太大了，对不对？回教呢，也不接受其他宗教比他强，有些是人为私人的作死吧。但是现在问题，我们看平心而论，这位女居士讲的对吗？其实她讲的蛮有道理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师父们或是在家居士对于佛法并没有很深入了解，而介绍给别人的时候，我昨天讲的，你可以把佛法介绍给别人，但不要强迫别人，有没有？还有什么？不要什么？控制别人，不要强迫别人。佛教不这样，释迦牟尼佛没强迫你。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佛教团体呢，常常呢自己跟别人是分得很清楚的，动不动呢就跟你讲，我在这里学哦，你不要去那个庙哦，我都听到了，很奇怪，都是释迦牟尼佛佛弟子，分什么理念不合，利益冲突，很好笑，都是佛弟子，还有什么理念不合啊？都是拜释迦牟尼佛吧？我也是依释迦牟尼佛而出家，为什么动不动讲理念不合呢？虽然佛教有南传、北传、藏传，
所以很多信徒也问我，包含在家新加坡弟子，包含台湾的弟子也问我，师父为什么这么多庙啊？你不要问我，你问释迦牟尼佛啊，你要去问那个住持啊，你不要问我啊。庙不同是因为风格不一样，比如有些是用华严经，它成为华严宗道场，有人送净祖宗变净宗学会，有人做慈善事业，这些都是佛法嘛，我们都要修普贤十大愿的随喜功德嘛，对不对？第二个来了，所以这个女居士为什么很讨厌？因为动不动我们就跟你讲业障深重，我下次要问你业障几斤重。其实业障是真正存在，只是说当他在最苦的时候你应该先关怀他。所以我常常觉得反而佛教徒、啊、嘴巴讲慈悲慈悲，其实我观察到佛教徒最不慈悲。你不是拜吗？南无大悲观世音、啊、那菩萨快点快点快点走快点，我真的是这样感觉、啊、你不要介意，师父有全世界不同宗教的朋友，我们要反省，我们都讲慈悲讲智慧，我们要做佛的弟子，为什么我们佛教徒反而比别人更自私呢？真的要好好反省啊！我告诉你，释迦牟尼佛都会掉眼泪的，是不是呢？还有我们呢说爱啊，对不对？一切呢都是呢平等的，大慈大悲。我那天说嘛，拜南无大悲观世音啊，愿我速度一切众啊。为什么你自己跟别人都分得那么清楚呢？甚至像这次日本地震哈，对不对？我也听到中国大陆很多人乱乱骂啊，为什么要这样呢？台湾就他们是错嘛，那些都是什么自己的分别，知道吗？好人我们要去救，坏人也要去救啊。因为啊，举个例子，医生跟护士，请问新加坡 according the law， 医生跟护士，请问假如现在呢 emergency department 进来，一定要救他嘛，对不对？已经想尽办法，他总不来来我就想你 ID， 哦你是 mafia 太好了，找不得恨得你死，那就不要救你，可以吗？不可以， against the law。 医生跟护士的目的就是不管任何的种族，不管任何的众生，不管任何的好人坏人，社会地位有钱没钱，你就是要救他嘛，对不对？菩萨道也是要这样，你念念救度众生，为什么什么东西都分得那么清楚？我觉得真的很奇怪，对不起哈，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呢？因为都觉得呢利益冲突，理念不合，所以佛教也要感觉很不团结，真的。所以人家也看清我们佛教啊，因为佛教好欺负嘛，慈悲慈悲，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住持和尚说他不修慈悲，他修刚悲，哎，这是笑话。其实慈悲是要有智慧的，展现的呢，你是刚正不阿的。好，所以再看经文。所以哪一种是佛门的外道呢？外道，什么是佛教的次呢？第一个是外道，第二个是表里不如一的恶魔，第三个是指天上欲界天的自在天魔，第四个呢，很讨厌讲解脱的人，动不动就觉得哎呀这解脱啊公公哎，不要相信那样的人，不是如理如法的佛弟子。请看他下面就举例子，什么叫佛教里面的内部的刺，这个刺就像你肩膀上的刺。大家知道现代人打电脑都打了很多，你呢就有坐骨神经长骨刺，对不对？骨刺的话是真的很辛苦，你要去治疗，甚至要针灸，甚至要吃药，有些医得好有些医不好。这个比喻说佛教里面也有很多佛教的刺。甚至呢，在座是在家居士，我也告诉各位，你将来会看到佛教呢会有很大的极端，叫 M 社会。所谓叫 M 社会，就是现在有钱人很有钱，没有钱的人没有钱。同样你看佛门也会这样，修得很好的非常的好，乱七八糟的也很多。真的，佛陀在佛经里面有讲，我不是曾经讲过吗？魔王也来挑战佛陀，对不对？所以这时候怎么办？那你就要用佛陀讲的这个去判断，但是不要轻易批评别人。假如不论在家跟出家，我这个道场做的是如理如法，那你就护持他，你可以学习佛法支持他。假如他做的是乱七八糟的，比如讲神通的，讲挂机的，嫁鸡扶鸾的，讲三世因果，讲乱七八糟的，那我告诉你，你莫病，不
不要批评，他有他的因果。你不要说，哎呀，师父，我们呢，佛教要争一口气，不要这样想。佛陀在世的时候，注意听，佛陀也有六情比丘专门捣蛋的。佛陀的僧团里面呢，有好人，也有坏人。现在有个问题，佛陀明明知道他是坏人，为什么要给他剃度他出家呢？因为他生生世世的善根到时候成熟了。也有一个叫善心比丘，跟佛陀出家20年，可是对佛从来没有恭敬心。为什么？你要去想这些故事。善心比丘呢，他觉得佛陀跟他走出去只有两个不同，佛陀上呢有放光，啾啾啾放光而已，他也觉得佛陀没有怎么样。你看，他已经跟了释迦牟尼佛出家了，他还看不起佛陀。